将来有没有机会拿奖，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远的一件事吧。我觉得拍完一部是大家拍的时候很开心，拍到一个好的剧本，我觉得已经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其实我在澳门拍摄没有回来听他们说，但是在有看那个报纸的报道，看到这个收视的，但是我希望真的可以拍下一集吧。对，我也想看看我的角色到下一集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最近因为打台风跟那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在拍外景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辛苦。还有就是在澳门拍的时候，因为又配合那个堵墙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晚上拍的，所以没有好好的收拾吧。所以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还是有金源陪我嘛，我觉得对。我窃听风云我觉得拍得很开心的，拍完的那一天我还跟他们说那么快就拍完了，可能是因为拍的时候真的我们的默契很好吧，所以觉得拍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的。我现在拍了在澳门拍的一部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时候我喜欢跟那个清源是分开来拍的，所以觉得有一个那么好默契的人不在我身边去跟我一起拍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寂寞吧。